球是个圆，我们是个圈。妈妈，那地球不就是我最爱吃的甜甜圈吗？对，地球就是甜甜圈，好奇就像美拉拉。为什么冬天这么冷啊？美拉拉，你先猜一猜吧。要不你当我是沙漠吧。甜甜圈和美拉拉的100个对话，是妈妈为小宝打开的美妙世界。妈妈妈妈，我们去摩天轮吧。等到了周末我们再去吧。好的，到底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呢？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可以呀。妈妈妈妈，我们为什么不过星期八呢？这个话说来可就长了。在公元前6000到4000年的时候，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上生活着苏美尔人，他们通过对月亮的圆月和月缺的观察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从半圆月到满月时间是7天，从圆月到半圆月时间又是7天，从半圆月到月的消失时间也是7天，从月消失到半圆月还是7天。于是他们就把7天作为了月圆和月缺的周期，你就有了上次妈妈说的又圆又弯的月相。对，于是他们把一个月分为4周，每7天定为一个周期，并且分别用太阳神、月亮神、火星神、水星神、木星神、金星神和土星神7位星神来给这7天命名，分别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。这就是星期名称的最早来历，后来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了现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 ，Sunday、Monday、Tuesday、Wednesday、Friday、Saturday。非常正确。好奇怪呀，太阳神是第一天，第一天到底是星期日还是星期一呢？在不同的地区，一个星期的开始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日本是从星期日开始，埃及是从星期六，中国和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是从星期一开始新的一周，国际标准也是星期一是一星期的第一天。那从公元前到现在就没有人改过吗？当然有了，星期制从3世纪以后开始推行，后来将7天的星期制植入了罗马历。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，曾经宣告要执行12年10天一个星期的制度，但从来没有实行过。在1929年，斯大林在苏联也曾经想执行5天一星期、6天一星期的制度，不过也宣告失败了。现在世界各国通用的一星期都是7天的制度。哎，要是如果有了星期八，我每周就能多玩一会儿了。那美拉拉来制定一个星期八吧。好的。